陈小磊在香港当了将近20年的记者。2004年，他工作的报馆就在垃圾堆填区的对面。短短一年间，他眼看着垃圾填满一整座山。2006年，他采访了香港7个垃圾堆填区，在杂志做了专题报道，也开始思索厨余的问题。他不只参考资料研究数字，更亲手翻开上百袋的垃圾，分析其中的成分。陈小磊发现许多袋的垃圾里面都有食物，于是他问，在全球粮食日益短缺的今天，有多少食物被浪费了？浪费食物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减少食物的浪费？陈小磊因着对香港、对地球的爱，实地拍摄了许多餐厅及超市的厨余，访问了大量的食物业前线的工作人员、商界的机构、环保团体以及学者，写成这本超过85000字的调查报告《剩食》，让我们知道，因为不懂珍惜，因为贪图口欲，因为商业运作必须呈现富足的表象，所以人们浪费了许多的食物，也对环境生态造成莫大的危害。今天《剩食》的作者陈小磊特别从香港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对谈《剩食》这本书。欢迎小磊。谢谢。小磊，你当了那么久的记者，那我知道这好像是你第一篇的长篇的采访报道，对不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报道？基本上就是2006年那一次去采访堆填区，然后就真的感觉上这个方法是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你晓得他怎么样做，就是说他可能在一个山边，然后一个海底那样子，他开始填垃圾，可是这样不成嘛，就是那个垃圾会污染，所以他就好像包蚊坑那样子，他有个很厚很厚的底从下面把它封起来，然后他也一直很害怕里面的东西会漏出来怎么样，所以又要抽水又要抽气，就基本上好像一个真空的处理。就是你去看过他们这样子处理垃圾的方法，你就会觉得很担心，觉得香港真的没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这样子存起来这样子大量的垃圾那样子。那所以整个事情就是从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能稀释下去。好像我们一个人老是说我们吃东西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上厕所也很重要嘛，一个城市不可能说一直只有消费买东西什么很高兴，他怎么样处理他的垃圾，就是这个城市他怎么样可以继续下去嘛。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很重要。那剩食其实谈的是厨余，所以厨余是垃圾，然后是有味道的，是不好的。那但是你看到这本书啊，它的封面设计的却是白色的书封，然后非常的简洁，跟垃圾的感觉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创意？其实就是我就是很害怕会把读者吓跑，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环保的报道而怎么样，就是用那种血淋淋或者是很惨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有效果，可是那个效果不会很长远。就是你第一次吓他可能很害怕，第二次你要用更恐怖的东西去吓他，那然后如果你把他真的吓坏的话，他就不看，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他就不做。那我就最不想就是读者觉得哦，你写的东西很有意义，可是我不想知道，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怎样把他骗过来去看。好像我2006年那时候做堆填区那个报道，我也没有垃圾的照片哦，就是我完全是你想象不到那个土地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用故事的方法去写。所以这本书也是很谢谢那个设计师，就是他们把一个可以是很呕心的题材，可是他们弄得很干净，而且他每一页其实他的字很多，可是他就变成每一页他都有一个空间给你去想一想那样子，所以我是很谢谢他们整个设计那样子。所以他的排版还留了一点点空白，所以你在念起来的时候不是这么的紧迫哈。对，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对的话题，可是你一直念，人家就会不想听。所以就是要一直小心，怎么让他觉得哎，这个事情有意思，而且我可以做一点事，而且也没有说很强迫或怎么样，而且有希望解决，对不对？对啊，就不会说啊，
这个没忘了，算了。对，就很沉重。他去参与啊，所以想。所以那时候啊，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其实你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你要取信嘛，哈，你要取信你的读者，说这个问题真的很大，所以有要找很多的数据来支持你所看到的现象是严重的，食物剩余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哈。所以在拟定你的写作计划的时候，你是怎么设计的？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其实你说采访那个，当然是那个 scale 很大，可是其实也没有很难去问到，因为你身边都会有找到什么的妈妈，她在什么超级市场里面有做事情，谁谁谁又在什么地方又做什么事情。基本上你问身边的人，他要么就是在那个工业他有工作，可是要么就是他本身就有事剩下的人，你也可以问他为什么他会事剩下嘛。那所以采访那部分其实找资料没有说很困难，说资料找不到，可是最困难就是要想整本书的结构，就是因为资料很多，那你怎么样给他知道呢？整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可以把它吸引过来，可以看下去，然后最后他会 take action。有一段时间想了很久，就是整本书的结构到底怎么办。后来就用了一种我觉得是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出于怎么来，他现在是怎么样处理，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那样很简单那样子。所以一步一步的啊，对。那你印象最深刻的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印象深刻的有蛮多，因为很多采访都是，哎，我没有想到那样子会浪费，好像那种卖汽水的机器，对，我没有想到好像宣传那样子打广告的，就是他丢掉他不觉得可惜，然后牛奶，我也没有想到每天有那么多牛奶丢掉，而且你知道香港哪里会有牛奶生产，所以你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然后你把它丢掉，我就觉得这事情好恐怖。超市要维持丰盛形象，货架长满，一定要有多余的商品，这就注定有商品卖不掉。这不是家具丢一两个水果，而是像工业废料一样大量量去丢废。周经理在九龙区某大超级市场工作，他坦白说每天都会丢掉食物，一般是丢掉数百元，多的时候就数千元，是否食物到期跟他销售的情况。他觉得比起超市每天以万计的营业额并不算什么。所以其实从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有一些观念的改变就可以预防剩余食物太多的发生，对不对？对，因为如果它已经是剩下来的，你就很难去处理。虽然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可是那个其实是蛮难的。可是如果它一开始它不是垃圾的话，你就不用处理，所以就不要吃剩下嘛。就真的点的时候，就真的不要太多怎么样。所以就先从吃饭或是我们进食大概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太贪心。对啦，就是个人可以做这个事情。可是然后也看到好像超级市场，其实超级市场它丢那么多，那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那他如果可以在他计划到底他要推出多少食物的那个方法，或者是他管理的方法什么的，他算好一点的话，其实他那个东西也不会是垃圾的东西。对，现在是好像没有成本那样子，丢掉就丢掉算了。这个很难想象哈，因为一般以为我们认为说商业的计算是很精准的，可是事实上他为了要让货架上看起来好像很富足的感觉，所以其实大部分过期的食品在超级市场很多都是丢掉的，对不对？尤其是超级市场，其实他很喜欢用食物让你进去，你进超市一定是全部是水果，全部是蔬菜，他想你一进来就有一个香味，然后你就会去觉得整个 shopping 是很开心或者怎么样。可是那种东西卖不去，他还是要他再烤，就是他要有那个味道或怎么样，就是整个感觉就是我不光光是商品啊，不光是食品，而是我有很新鲜的东西。那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很容易，而且他那种放水果的方法是很容易就会坏掉啊。
台湾好像没有这样子哦，没有那样子大超市，然后水果这样子让你挑或怎么样。还是有啊，台湾的大卖场还是放满了水果。可是有人会在旁边看，然后你捏怎么，他应该会骂你吧？不会不会，对，台湾应该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我们都还没有察觉到。哦，对。所以其实你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解决办法，对不对？你不是只是发觉问题，你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那个主要是因为英国那边很积极，英国那边他们超级市场他们有很多报告，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用钱的方法罚款，然后怎么样去让你觉得哦垃圾丢掉要很多钱，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会把这个钱去做很多 research， 然后有很多报告，那些报告是针对你的情况，然后他真的有给很多建议给你而怎么样，然后超级市场本身他们就会有比较，哎，你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建议的那部分其实我可以参考英国的情况这样子。所以各个国家来讲，我知道你也研究了我们台湾的情况，还有韩国、英国、美国，你觉得哪个国家最值得借鉴？你刚才提英国吗？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它本身的文化情况，可是我觉得韩国很厉害耶。韩国有两个东西是我觉得很惊讶的，第一个是它厨余的处理是在它市中心，就是说啊，它收集厨余的那个桶，它就放在那边，它没有说固定一个时间大家去回收，它就是放在大街上面一个桶一个桶。我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最商业区，然后会有一个个厨余桶那样子挂在那边，是不是很呕心的感觉？可是呢，就因为它那么光天发热那样子放在那边，如果你放的时间太早，它就当然就会臭，然后大家都知道是你丢的，就变成说那个压力，它就要大家知道那个车大概什么时候来，他们才放下去，或者是他们在那种家里，因为好像在香港回收桶都是在那种很阴暗的角落，没有人要去，垃圾房都是哎不知道在放在什么地方，对。可是韩国就是他们会好像在出入口大喷水池那边，他们就回收他们垃圾，所以有没有水说哎你乱丢，或者是你没有放好了怎么样，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方法，就让他们呢就会去做好一点，这个第一。第二点就是说他们有每一个行政区这样子去区分的时候，那个区里面垃圾回收的钱是给回那个行政区的回馈的，对，所以他们就很有动力说啊，那个当然就是钱啊，如果我厨余也好玻璃也好什么什么的我可以把它换钱的话，那我就赚到了，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好，那香港就没有这样子的动力了。所以你也提到说其实有些厨余啊它是可以转化成饲料的，对不对？喂鱼的饲料或者是当作堆肥。对了，因为你想那个到底是食物吗？最好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不要吃的东西，会不会有需要的人，他其实食物也是安全的，他可以吃呢，就是人不吃的看有没有别人可以吃掉，如果人不吃的话就动物先吃，然后才是堆肥。其实你如果用来发电的话，那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饭盒，然后它剩下半碗饭，你把这半碗饭你把去掺水泥做了一个砖头，你每天做一个砖头，可能三年以后你就可以盖一个房子。可是你为什么要用白饭做砖头呢？而且你为什么要每天要吃一个饭盒，然后一天要剩半碗饭呢？你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啊，那个东西回收了，我们有回收啊，回收就好。可是你怎么可能会用白饭去发电呢？你怎么可能会煮了一碟好好的菜，然后把它当柴火烧？所以有的方法大家谈起来哦，你可以用发电怎么怎么，可是那个其实它可以再利用再利用。如果你可以用动物的粪便去做堆肥的话，其实就不用直接用食物去堆肥啊。所以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预防胜事。对对对，后面是很多东西可以做，可是真的很要计算很多东西，因为你知道做资料有那个安全的问题，堆肥也有很多环境的事情。但第一步就是啊，能够吃的就真的不要变成垃圾。气候变化导致粮食的价格越来越高，城市农耕不但有助食物供应，并且可以减少食物的里数，也直接可以减少碳排放。要种食物就需要肥料，市民也有了理由在家里收拾厨余，然后可以实行无氧的堆肥。
看了你这么多的调查报告哦，我们以为说浪费食物其实是在富裕国家发生，其实在贫穷国家也有食物浪费的情形，也很严重，对不对？这一点是我觉得很惨，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小农民的话，他其实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耶，他因为非常的辛苦种作物，非常的辛苦。可是现在就是说整个 mass production 的缘故，全部都变成工厂化了。如果是一个小农民什么都不浪费，可是是那种农业工厂的话，其实丢掉就丢掉啊，那个东西又不是他的。然后我就知道好像那种牛奶厂，就是生产牛奶的厂，那种地方当然不会在，你知道就是在什么地方会有牛奶厂，或者是什么凤梨厂怎么样，在菲律宾的什么地方，那它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大量的会卖不去，或者是大量的因为订单的问题，或者是说哎它一定要预多一点点然后不要，那个就是很惊人。其实这个不光是在食物，好像一个杯子的工厂有15%的杯子是废置的，是就是然后一个布的工厂会有4%到5%的布，那个量其实很大。牛奶公司就有5%到10%的牛奶是可能没有推出市面的。你想想那个东西全部都是资源，都是他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很需要的东西，可是他因为用这种工业化而且他追求效率的方法然后浪费掉，那这个事情你不可以怪当地人哦，我觉得是整个真的制度上面有问题。你这本书我得到了时报2011年的开卷好书奖哈，有没有台湾的读者特别跟你反映说你这本书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影响？没有受到读者那边的回应，我其实蛮 surprised 的，在我想象中台湾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可是我受到的回应主要就是来自于都是编辑，不同出版社的编辑啦，或者是都是行内人那样子的，他们会觉得哎，可以这样子去写这个问题，觉得好好。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觉得很简单吗？我就是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而已啊。可是他们就觉得啊，可是就是很基本，而且资料很扎实，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也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这样子。我们知道说你在写这本书之前，你最早还写了《构造》，是讨论香港的光害问题。我们知道香港的夜景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漂亮的，可是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对不对？然后最近又写了油米，还有香港政策。我刚刚跟你聊了一下，我知道那个香港政策是讨论说在香港怎么样种植在地作物的一个议题。对，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因为香港其实没有多少农地哈。哎，没有，香港很多农地，在新界那边吗？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香港整个概念是，就是尤米就想写这个事情，就是说，所有香港他们700万人，我们住的地方只是这个地方的7%而已，就是商业区也只是才2%而已。那别的地方，我们大概有70%的地全部是绿地，就是那种草地、森林、红树林什么的，可是那种地方都是比较少你会去的。然后农地有很多，就是如果我刚才说7%的土地是住的话，农地有5%，可是有85%的农地是荒废掉的，很恐怖，就是那个比例很高。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香港一想到香港都是房子、房子、房子，然后就是炒卖房地产很厉害，那到底我们的土地有没有出产呢？我就很想知道我们土地到底是什么，那个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这几本书其实都是跟生态环保还有粮食问题有关，你是从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这些问题的？其实开始当记者开始已经就是很简单说，就是你住在一个城市，你当然希望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好，你不会喜欢它越来越糟糕嘛。那然后当一个记者的话，你就应该说大家还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之前，你可以提出来，然后大家去看一看那样子。所以就一直都会很关注社会的问题。那其实除了环境以外，也有教育，也有说城市规划，或者是越是社群也有这样子的报道，一直有在写那样子。可是环保这一块可能在香港是真的比较落后，
真的是大落后那样子，就有一点忍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可能那么多食物你不回收，你没有你们搞错，就觉得很生气那样子。然后水的事情我也是觉得说啊，你以为香港真的很多水吗？可以那样子浪费方法，那就变成说有的问题是觉得就是排次序那样子。然后就觉得啊，有机会就想写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它可以影响的读者数量也是蛮多的，对于水对于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一两三年就一直在写这样子。所以你其实是忧心忡忡，所以想要振笔疾呼，对不对？其实是有点是忧心，可是就很想下，就下笔的时候又要很正能量那样子，要很乐观，然后要跟你说故事啊，好好玩的这个事情你知道吗那样子。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忧心太明显的话，这太沉重就没有人想要看。我个人本身其实算是蛮直啊，蛮这啊这个就是我尝试尽量是positive 那样的去做这个事情，正面的，正面对了，这样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是不能够改变什么事情的，可是哎也不是哦，就是一个人总是可以做一点事情，好像他那样子，所以放宽可能有获得，然后回归基本可能反而可以让我们更提升更富有。是要想到其实生活最基本的，不过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很容易，因为我们被他的太多东西看来看去，太多东西你想要了。但到底简朴是什么，和贫穷有什么分别？分别是在于选择，它一语中的，简朴是一种经过反省思辨而选择的生活态度，并非一种特定的生活方法跟标准。小磊说过一段很感动我心的话，他说：“你知道，在香港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连选自己特首的机会都没有。可是每餐要吃多少的饭、多少肉，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我们对地球的投票权。我们拥有很多得之不易的权利在台湾，但往往不懂得珍惜。所以呢，过一种能够自觉地选择的生活。”是天赋人权，只吃八分饱，留着两分助人好。让我们一起选择温柔对待自己的身体，温柔呵护伤痕累累的大地。今天非常谢谢小磊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谈。香港和台湾很近，我们以后就一起努力咯。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我